历史里面常见的数据类型我们讲完了，现在我们再讲一下它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命令啊，什么命令呢？比如说现在我想查询这个 register 里面所有的一些 key， 就是什么 keys 啊，来，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常见的一些 key 啊，一个 key， 来，还有一种叫 exist 的，啊 ，exist 的 ，exist 是什么呢？我们要查询指定 key 是否存在，比如说我要查个 a b c 这个 key， 它是否存在？好，返回0代表不存在，返回1代表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 exist 叫 s k 1是吧？好，它存在，可以返回1。啊，放个一。好，再一个，这个 key 啊，我们放在这里面，它是一个记忆内存的，它会永远有效。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过期时间。啊，这是过期时间。比如给谁呢？比如说我给这个 s key 1设置个过期时间。啊，这是过期时间。完了，我比如说这个100。好，这个100。好，再一个，那我怎么查看这个有效期呢？来 ，ttl 来 s key 1怎么可以的？它92。91好，到期之后它会啊自动删除。好，我结果发现我又不小心设置错了，我要给它取消怎么办呢？叫 persist 谁呢 ？sk 一。好，成功来，我们再看 t l， 它就负一啊，注意记住，永远有效了啊，永远有效。好，这是这个，来，我要去删除一个 key 怎么呢？叫 sk 一，删掉一个啊，咱们可以看看 key 是星 ，sk 一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啊。好，再一个。还可以啊 ，rename， 啊 ，rename 什么意思啊？重命名，比如说我把 sk 二改成 sk 一 ，OK， 啊，咱们再看 key 是星里面 sk 二文件就有了 sk 一，啊 ，sk 一，好，再一个，啊，再一个，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东西叫 flushdb， 啊 ，flushdb， 啊来 ，flushdb， 在这个地方它一个东西叫 select s 一，啊 ，s 一 t， 然后是个一。OK 是吧？来，你会发现啊，这次指令后面都是什么？多了个一了。注意啊，Redis 默认给我们提供了15个数据库，我们默认是从第一个开始走的。好，这次我们再看一下 key 是星，你发现里面就没有任何内容了，因为在另外一个数据库里面是有内容的啊，有内容的。来，我们在 select select 零 select select 零，到，咱们再来个 key 是星。好，咱们可以啊，这里有数据了啊，我们可以去指定一个数据库，去做我们的 for 数据。好，那还有一个东西叫 flushdb。啊 ，flushdb， 来，我先去什么 ？select 一，啊，我在这里面叫 set key 一，啊，我这一，我们放的数据啊，我这一，好，这样子咱们可以看到 key 四星是吧 ？key 四星，这里面是有一个 key 的吧？好，好，来一个方法叫 flushdb， 一敲 OK， 然后呢，咱再来看一下 key 四星里面就没了，什么意思呢 ？flushdb 是刷新当前的数据库。啊，翻译当前数据库。那来，那零里面呢？来，那么再看啥 ？key 是星，它还有的吧？好，来 ，select 一，我再进在这里面，现在在一里面吧。来，它一个叫 flush all， 对 ，flush all，OK、okay、吧？来 ，select 零，然后再，咱们再看看 key 是星，它里面也不见了。key 星，它里面也不见了。啊，这样清除所有的数据库。啊，这是数据库。好，这一个产品名，啊，产品名。好，